没有对话的，一直说100%能赢，他妈2-3，2-3，我就在说助理在下了啊！你们需要我，你们直接讲，我就直接到了，我就快不用刷，我是一个帽凯，我可以不用刷的，不需要你，这样你对啊，不需要我，啊一百趴，然后因为我在下，就是、我他妈的，你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啦？不需要我在下，100%能打赢，我还要再下，拜托你讲话有点逻辑好不好？不是前提是2-3啊，不是2-4啊，那2-3，塔利亚最后才到。